小心点啊！等等我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不管我们朝哪个方向走，走多远，我们还是围着那个稻草人绕圈子呀，好奇怪啊！这不废话吗？这到处都是草，四面八方都是草，连稻草人在哪儿我都还没看见呢。小耀耀。 你要是不开心的话，小牛就把这儿的荒草全部烧掉，让你看清楚稻草人在哪里。你傻啊你！稻草人不是草啊？那他们也是人吗？你，行，你把自己烤成牛肉干，不要连累我们。好，我蹲下来背你好了。好吧。你小牛，我呆，可是我不笨。小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也不笨。 你是不笨，你是特别笨，小耀，我不笨的，小呆，我给你拼了！我哎呀，行了，别闹了。依我看啊，这山被人施了法，这片荒草地更是被高人施了巫术。如果我们再找不到出去的方法，恐怕我们就要困死在这里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怎么办？那只能走啊。 可能走着走着，我们就能找到正确的方向，再想办法吧。好，那我们能不能等一会儿再走呢？为什么？小牛好像便秘了。你赶紧，赶紧！小丹，你们等我一下啊，我很快的。小丹，你等我啊，等我。欢迎。嗯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先走啊，让他自己。小丹，你慢慢拉啊。小丹没有东西擦屁屁啊，千万别着急。 整整一天，为什么什么进展都没有啊？要不我们先歇一会儿吧。晕死我了！真的没事了。哎呀，要不我们还是先歇一会儿，反正累了，你脑子也不好使。你是谁脑子不好使啊？你是奴隶，你敢说主人？这样吧，我找小牛背我。小牛，哎，小牛，不会走丢了吧？小牛，小牛，这怎么办？ 这样我们更难走出去了，小牛，小牛，小牛，小耀耀，快呀，罗莎！小牛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以为你们丢了呢。哎呀，你以后不要离我那么远，担心死了。小耀耀，啊，你对小牛真好，小牛以后都会离你特别近，特别近。哎呦，什么味道？一股牛骚味。 你出汗了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离我远点，走走走。香药，嗯，都怪我不好，刚才在路上不小心扭了脚，小牛是为了停下来陪我，才没有跟紧的。没事吧，罗莎？那好，这正好提醒我们了，一会儿走的时候我们就这样，手牵着手，这样就好了。对不对？手牵着手，好，来来，手牵着手，手牵着手。啊！啊！你要牵谁的手？告诉你。 别以为我在照顾着罗莎，没有时间管香药了啊！你不要趁虚而入啊！绳子，嗯，绳子这个主意倒是不错，可是去哪儿找那么长的绳子呢？对啊，我这个戒指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树林里丢了，没有了。小牛呢？就这么一条腰带。 如果把腰带给了你们，小牛就天天光着屁股，那色牛的臭名就一辈子洗不清了。好了好了，算了，手牵手就手牵手吧。哎，好吧。你说的啊。来，手牵手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，罗莎？没事吧？那我们还是先歇一会儿吧。嗯，我看也是。不过这四面都是草，我们去哪儿歇呀？小牛有办法。等等。
小牛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大劈神功。小牛你好厉害，痛不痛？疼疼疼！我帮你揉揉。坐点。喂，别说。 你有的时候还挺管用的啊！只要想要喜欢，小牛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。这下香药他们肯定会被困死在荒草地里。可能吧。没想到那个红鸾那么有本事，居然能布下如此的法力秘诀。哼，他如果真有本事，也不会被主人的黑烟魔障打得魂飞魄散。 是这座山远古时期为上古神仙修炼之所，本就被法力覆盖。红鸾那贱人，不过巧妙利用罢了。那香药死了，红鸾的遗物怎么办？那个不急，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，没看到吗？香药他们每过一关，法力迷局就被破掉一个，我们以后找起来就容易多了。就听小姐姐的。 哎，都这么多天了，我第一次看月亮。哇，真漂亮！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，原来月亮这么好看呢？其实啊，月亮每天都出现，我们只是忽略了它的存在。嗯，说得很对啊。哎，我真笨。你不笨啊？嗯，笨的是我。 我不是叫小呆吗？我笨。哎，你对我真的挺好的。我是你的奴隶，我必须对你好的。嗯，有道理。啊，我以前呢就一直在幻想，幻想有一天和自己喜欢的男人一起看月亮的情景。 小奈，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，就别看了。我是在看很重要的事啊。我在想，那个香药有什么好的？为什么这么多男人喜欢它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看吧。那头牛妖是妖族王子，一直不计付出的追求他，完全忽略了身边的其他女孩，还有那个奴隶也对他忠心耿耿的。 刚才我还看到他剩下自己的口粮给他吃呢，咱们主人他……别说了。我说不明白吗？虽说他是很漂亮，可是逍遥姐姐你也不差呀，你哪像他那么粗暴，脾气还不好。小奈，如果你很闲的话，不如回去帮主人吧。牛角王、海龙王和凤凰王正围山呢。我才不去呢。 主人武功那么高强，谁能打败他？我倒是想看看，想要他们是怎么困死的。都走了一天了。
还是找不到出路。还是乐观点吧。不管怎么样，好歹我们还是回到这片空地上了。可是，我们回到这儿又能怎样呢？我们现在什么吃的都没有了。再说这个地方太偏了，什么蛇虫鼠蚁的都没有，连只蚊子都没有。我们一定会活活饿死的。兄弟，我已经下决心了，我先死，你们吃我的牛肉。我想，我块头这么大，你们省着点，估计能吃很久，怎么着也够了。小牛，我宁可饿死，我也不会伤害你的。再说了，那有吃朋友的。我们的水在下午前就喝光了，反正啊，早晚都得渴死，所以吃你也没什么太大意义。哎，我们还可以喝牛血啊！哦，哎，你啊，还好是个男的，不是女的，要不然我们还可以喝牛奶呢。牛奶？啊，小丹，你也太狠了吧！亏我还把你当成亲兄弟看，你想从我身上挤奶出来？你什么时候把我当亲兄弟看过啊？我也只是说笑了。说笑呢？你的笑话可真够凉的，你看看罗刹都要被你的笑话给气哭了。看样子，我们真的会死在这里哦。其实，我们三个能死在一起，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，至少很愉快嘛，很愉快。哟，什么？你们三个人，那我呢？你自己去死好了。生生无死呢？只要心安理得就好了。哎，对啊，我们几个说一说，现在心里最想的是谁，好不好？罗刹，你先说。我想见人王伏羲。人王？你喜欢老头子？啊，我还以为你喜欢那些身强力壮的家伙，比如说这头牛呢。为什么说比如吗？我有什么不好啊？好，壮着呢。哎呀，不是啦。我一直想见人王，想求他教一些关于星象和八卦占卜的事。可惜就算是来了王城，也没有机会。小雅，你呢？我呀，当然是最想见我娘了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特别的倒霉。那会儿，换作是别人家的爹娘，可能早就把我扔到深山沟里面去了。可是，他就是一直守着我，每天都会经历三灾六难。我现在特别想见我娘，跟她说，趁你现在还风韵犹存，赶紧找个男人嫁了，到时候再生个娃，生一个能让她享福的娃。嗯？看我干嘛？好吧，给你个机会说一下吧，你最想见谁啊？其实。小牛也没什么想要见的，如果真的要见呢，小牛就想见见我爹，就跟他说，以前小牛真的不是有心要气他的，希望他别往心里去。还有，就是希望他对我娘再好一点。如果小牛这一次我活过去了，以后谁要是再敢让他生气的话，我小牛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坏家伙。要死了吗？一定要说实话。哎，哎，小丹，那你呢？我真的想不起来。哦，小牛，你也真是的，他失去记忆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就是这里有问题啊，他现在除了我们没有别人了，因为他到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哦，我们大家就是他最亲的人了，人都要死了，还能想起什么来啊？哎，对了，你说我们在死之前，如果老天允许我们每个人实现一个愿望的话，你许什么呀？我想娶你当老婆。走开！哎呀，谁要当你老婆？做梦吧你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管我，我都要死了，谁也不要管我！你别做梦了你！哎呀，不要吵了，真是你们两个一天到晚都在吵。可是，都要死了还吵什么呀？罗莎，你呢？我
我希望小牛知道我的好，心里眼里都是我。心里眼里都是你。小呆，你呢？我想你不再把我当奴隶看，而是当成一个男人。哎，你一个呆子能有什么用啊你？好臭啊，小牛，你臭死我了！我告诉你，你才臭的你。奇怪了，我碰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在我快死的时候，我完全不思念神灵？我若喜欢他，不是应该最思念他才对吗？别炸到你们啊，小心点儿。小心啊。好累啊。来，走这边。为什么总有只鹰跟着我？有问题。怎么回事？那个相要的奴隶发现了神鹰，把神鹰给打死了，法术也破了。他那么有本事，肯定被他们发现了。啊！哎呀，哎呦！有人跟着我们，啊！他们不敢靠近，所以就用神鹰之术来窥探。岂有此理！谁这么大胆子敢跟踪你牛爷爷？出来！哎呀，小牛啊！现在我已经破了他们的法术，可是你看这个稻草人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也发现了？对呀，小牛刚刚明明记得他那个手指的是那个方向的，现在怎么指向我了呢？什么那个方向？刚刚明明是指的这边，转了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。所以说，今晚我们拼了不睡，也要盯着他移动的方向，说不定我们就能找到出去的路了。真的吗？那说明我们可以出去了。哎，小戴，我跟你讲啊，小牛我呢是福将，天无绝牛之路，明白吧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小牛。你们看，动了。经过我和小牛一夜的观察，我们终于知道这个稻草人移动的规律了。它不是被风吹动，而是隔一段时间它自己就会转动。只要我们跟着它独臂所指的方向而走，我们就能找到出路了。小呆，你可真聪明啊。小雅，这个方法也不一定行的。那你有什么好方法啊？其实我的方法也没什么。废话，就算不行也要试一试啊！我们现在就要把死马当成活马医，懂吗？总比死在这里强吧？啊，对呀，我也同意。那好，现在全票通过，我们就跟着这个稻草人独臂所指的方向走，好不好？好。小牛，你就往返走，万一我们出不去了，你也可以出去帮我们找救兵啊，是不是？奶奶的，小小都出不去了，我小牛出去干嘛呀？我不管他了，走了。路上，走了，走了，路上，走。你们快看，走。你们看见没有？哎，这边走，这边。哦。开了，这边。开了，快。来，小样，慢点。累死我
坚持一下啊。 阵法复杂，法力强大，他们不可能啊！事实俱在，还有假吗？小姐姐，你看一看，荒草全都倒下了，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你不说了，只要他们过一关，山上的法术就会破一阵的。没想到，居然被他们走出去，我都有点佩服他们了。是。 这四人非池中物，怪不得主人如此看重。主人惦记的是香药，可我看，这四个人中，属他的奴隶最有能耐。我怎么觉得他那么熟悉呢？像谁？你不觉得像二爷吗？而且长得还有几分像呢。快别胡思乱想了，跟紧他们要紧。 凶险的河滩，就是大的没边的荒草地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又得进树林。你说这山，怎么看也不像大山呢，怎么走都走不完呢。看山跑死马，山川万象本就如此。小牛，你别急。我不是急呀，我是又累又饿，又困又渴呀。哎呀，我的牛腱子都走松了。 香药，你不信吗？你摸摸，真的很累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香药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哎，啊，香药，你不会在这么危急的时刻，你又变身了吧？你已经好久都没有犯过病了。季秋。 就在前方的河滩上，穿过树林就是。树林那边有河。哎哎，喂喂喂，别贸然进去，很危险的。哎呀，别喂了，小呆已经跟过去了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单独去，快走吧。 是刚走出荒草地吗？怎么又进树林里面来了？啊！香药，你是不是又恢复正常了？你说什么？难道刚才我又……看来我们已经找对正确方向了，不然红鸾不会出来。 自从上回老伯用雷劈我，他已经很久没来骚扰我了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说了什么了？啊，刚才你说过了这片树林以后就有一条河，嗯，到了河里就能找到红鸾遗物了。哦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去啊！啊，就算找不到季乔，但是有水就有鱼，有吃有喝，多好啊！在这耗着干嘛？快走啊！哎哎哎，走啊！哎，不好了，突然起雾了，又古怪。 啊！小心！这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又把我们传到这里了？哎，那会不会就是不想让我们过去的意思？你看这座山，它是有法力的，哎。 出现这种怪事情也就不奇怪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啊？他不让我过去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哼，我真拧脾气的，我还非得去了。哎，香药，你说的好有道理。可是有些时候呢，退一步也许会海阔天空啊。牛魔王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窝囊了？
没有啊，小杨，我没窝囊，你相信我，我何时何地，何年何月，只要香药一句话，我小牛呢，上刀山，下火海，在所不惜的，何况这点点小侮辱了。哼，你们跟着我，我打头阵。哼，香药，你又何苦激他呢？我没有啊。又来了！抓紧，抓紧，小心啊！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就是继续把我们踢出去呗！踢出去！哼！香药，我觉得这个树林有问题。不管从哪个方向进树林，从哪个地方停下来，最后都会被雾气包围。然后就回到原地，这说明树林里有个阵法，而我们不能破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就支持罗莎，因为他说的非常对呀。如果我们再这么走下去的话，很快就会精疲力尽，万一出现点什么危急的情况呢，连个能应付情况的人都没有了。我决定了，回王城。嗯，好主意啊。喂，用马屁精来的，我不说话呢你就一句话都没有，我一说话呢你就一句接一句，没完没了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，我做的决定都是对的。那当然了，既然我们破不了阵，就该找人相助。王城那个老婆她什么事情都知道，天上的地下的她都能算，我们还不如回去找找她，免得在这里浪费时间。对啊，还有啊，我们也该补充一下食物了。是啊，王城的路还有很远很远呢，我们应该先解决一下食物的问题才行啊。怎么解决啊？连水源都没有，拿什么煮东西啊？再说煮什么呢？天上连一只鸟都没有，地上一只虫子都找不到，吃什么草树皮啊？我是牛来的嘛，吃草吃树皮都没问题，不像你们人类那么麻烦。你说我麻烦？没，你再说一次。我说他呢。哼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人呢？嗯。啊，焦善。你知道吗？你这芭蕉扇啊，可真好！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飞呢。好玩吧？好玩。我没想到这样就能飞起来，我觉得就跟鸟在天上飞一样。是吗？哎，小耀啊，其实这飞有什么难的呀？我呢，再修炼几年呢，我就可以腾云驾雾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天天的带着你飞过万水千山了。谁要你天天带我飞啊？你要知道，我的皮肤啊，是我娘从小用白兰花的花枝帮我滋养的。你天天飞，到时候晒黑了，你负责呀。我呢，会负责你一辈子的。你愿意，我还不愿意呢。再胡说，我叫小戴把你推下去。他敢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病包啊？哎，罗莎，这个真是个好宝贝，能变大能变小，还能带上这么多人。而且呢，我觉得你刚才念那个咒语真好听。哎，是真的吗？其实这只是唤醒飞快的咒语，要操纵它还要下命令，比如说你想让它变小就喊短短短短短短。嗯。想要办差受阻，要回来求助。真的？
那是尊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沈农，你为什么会怕香药？我不是怕他，我是一见到他，我就心里发慌。沈农，心系天下固然重要，可你也不要忽略自己的内心。香药是个好姑娘，你年纪不小了，也该成亲了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天下未定，百姓疾苦。 何以为家？至少等大黑山主人的事解决了以后再说吧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你要记得，立储这件事情，香药一直都是很支持你的。你一向是尊老爱幼的，有空的话可要去看看人家的娘亲。知道了。 早知道这样能让小小心疼，能让他的小手按摩我的胸口，多摔几次也值啊！两大美女这么贴身的伺候我，幸福死了！我就说嘛，我是福将，总是因祸得福，马上那个死毒脸，一辈子当苦力。啊，疼啊！好了好了，不疼了不疼了啊！好疼啊！ 好了好了，不疼了。喂，呆子，拿来。拿什么呀？我给你的那个手链啊。那是你送给我的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是我送给你的，所以你是我奴隶，我喜欢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希望你还给我。动作快一点，快拿下来。 快点啊！拿来。喏。好嘞。啊，女儿走了几天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 娘，回来了！娘，哎呦，我回来了！娘，听你的意思，好像不希望我回来似的。瞎说，我是怕你没办好事情就跑回来，娘不是一直说啊，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。没有，虽然我的事情是没有办完，不过呢，我们这次回来是为了补给一些药物，还有食品什么的，而且还要跟人王汇报一下情况。娘，这应该不叫半途而废吧？嗯，好孩子，娘给你做好吃的去啊。嗯。小妞。 是病了还是受伤了？摔伤了。哎呦，可怜可怜啊！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大妈正好要给香药做饭，想吃什么，大妈给你做。谢谢大妈了，那来个猪排吃吃了。哦，明白了，馋病。等着啊。大妈帮我加个蛋啊！想快一点行不行啊？老伯，香药。 我送给你的戒指，给我。不，你都已经给我了，干嘛？我只是借用一下，那只戒指有记录功能，我施以法术，配着八卦图，就能映出你当时的情况。哦，好。嗯，好，坐吧。 戒指记录了你一路行来的过程，想要，你想让我看什么，你就默想那个地方。哦，默想。
是周天星斗大阵，这是什么阵啊？很可怕吗？它对应了天上星斗变幻莫测，非人力所能破解。怪不得啊，我们之前过两个阵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难了，没想到这第三个阵比之前两个加起来还要难。何止是如此啊！那到底红鸾他是怎么把记忆球放进去的呢？ 红鸾绝没有能力自己通过那些阵的，我治理天下这么多年，我从来不知道大黑山附近还有这样一个神仙遗留的仙符。不过，红鸾除了读心术以外，还有一桩特殊的本事。是什么？隔空置物。隔空置物？那些法阵防着人，但不防死物。红鸾一定是发现此处法力强大。 怕所藏之物被大黑山主人发现，所以才将记忆球置于其中了。可是，他也不想想，后面的人想取出来有多困难呢？红鸾一定是认为，倘若他能活着回来，就不需要那颗记忆球了；倘若回不来，那东西也不能被人轻易的找到。至于我能不能找到， 就看我的造化了。我好像可以理解他当时的想法。当时事情紧迫，只要这个东西不落在敌人手里就好了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如果不取出红鸾的遗物的话，那怎么打败大黑山的主人呢？又怎么把百姓从邪毒之害中救出来呢？别急，我虽然力有未逮，但河图与洛书尽在我手，我自有办法。 这样吧，你们两位先到外面候着，我做法的时候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如果听到什么声音，也不要惊慌，除非我叫你们。哎呀，老伯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也不能进去。 可是，别可是了，那是必须的嘛，搞不好会害人害己啊！哎，你还别说，你有的时候看起来还真是不一样哎，而且你还挺帅的。我也是为了保护你嘛。哎，你说，老伯这么大的能耐，又叫我们不能随便进去。 你说他会不会在里面做什么凶险的事情啊？啊，小丹，我有点害怕。不用害怕，好暖哦。不给了，不给了。 逍遥，逍遥，申东哥哥，逍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们是来找老伯跟他商量事情的。师尊在吗？我正好有事要找他。哎，他在里面做法，他说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。逍遥，你回来这么久，我也没去见你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 不会啊，我下午刚回来，然后晚上就来找老伯跟他商量事情，其实没多久的。只要你不生气就好。嗯。神农这么在意我，我不是应该很高兴吗？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呢？而且我回到王城后，甚至都没有想过他，这是对未婚夫的态度吗？反倒是刚才拉着小呆的手，我的心突然跳得好快。 香妖，小呆，进来吧。哦，老伯，师尊，您的伤势还没有痊愈，又动用法力，这样会折损您的寿命的。沈农，你记住，王为轻，民为重，个人轻，天下重。别说是折寿。 就算拿我的命去换天下安康，为王者都是义无反顾的。啊。
想要，你把那枚戒指捡起来。我利用了河图洛书，以及上天的八卦阵之力，以掌握进入周天星斗阵的方法，你全部存入了那枚戒指。当你回到那片树林以后。 你只要念出咒语，那枚戒指就会为你引路的。老伯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您没有必要这么拼命。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找到办法的。嗯，老夫自以为你就是上苍派来改变天下苍生命运的人，但时间紧迫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慢慢来了。虽然。 我找到了进入阵法的路径，但这阵中依然凶险万分，步步惊心。一路之上，你可千万要小心。老伯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力把记忆球找回来的。好。 这心里，谁陪我做梦？给我勇气，给我太多的感动，再也不会黑夜里惊醒。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，你都是我的伞。 最美的画面，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，你都是我的伞，再靠近一点，伞下。